其实老天爷给我们的水是这么样的好的品质的，是我们人就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早安，我们今天来联署，请问你知道我们新竹喝的水受到污染吗？请问你们愿意加入我们的联署行动吗？爱甲政府讲哦，咱你爱改善这个。好，谢谢哦，好有正义感哦。来这边请坐。我是倪云，对，那就是我，我出生在新竹，成长也在新竹，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竹，我是一个道地的新竹人，对，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妈妈，我的生活很简单啊，对啊，我一个人嘛，除了，就是主要是卖杏仁茶呀，对，那。剩余的时间我就会找一些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事来做，对，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有一小块地啊，我就种了芋头，对，然后就跟好朋友要了三个品种，这样就想试试看啊。那个边坡呢，我们就觉得说，哎，种点花花草草的啊，会比较漂亮，对，所以种了。朋友又送了台湾百合一些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希望将来就是能够自给自足啦，过一些很简单很朴实的生活。我就是退休之后在现在目前在做的一个就是杏仁茶的一个小小的产业，就是会加入干净水行动联盟啊，最主要是因为翠琴啦。有一天啊，就是我去送茶的时候，对，那翠琴她就，她就突然拉住我，就跟我说，她就说，哎，你知道就是那个竹东那个垃圾山的水，然后那个污水是直接排进那个头前溪，然后变成我们的饮用水吗？啊，我说不知道。就他在讲的时候，那整个眼眶都红了，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做一些什么，想要改变这件事情。就说翠琴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努力，那让我很感动嘛。所以因为他都会，他们家的那个儿子很喜欢喝我煮的杏仁茶，哎呦，我们家儿子好爱喝你的杏仁茶哦，所以他每一个礼拜都会帮小孩订一瓶。那后来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说，我要为这个人做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只要他订的那一天，我就特别去用山泉水来煮，我想要为他就是表达我对他的一个谢意，这样就去打听，然后知道了就是有一个山的地方，就是他有可以让人家去取这个自然涌出的那个山泉水。对呀，你看这个都是石头啊，岩壁啊，哇，你看这个水质，这经过这种岩壁过滤出来的水都非常的好，甜甜的，哇，真的好舒服哦。啊，我会准备这个家里消毒好的这个布，对，就是我家里会先消毒过的，稍微让它过滤一下，它会身上还是会有一些杂质嘛。它今天很干净啊，超级干净的今天。刚我就是进去投香油钱，就来这边取水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感谢啦，就说菩萨。能就是说守护这一片好山好水，让我们有这么干净的水可以喝，这样就很谢谢他们。你看到哈，那前面这样弯弯弯弯弯弯的，那个就是头前溪了。这个水泥厂啊，它其实离头前溪的上游就是油罗溪啊，其实是很近，它水泥也会排放污水啊。
而且听说他的焚化炉有帮科学园区烧事业废弃物。头前溪不只是水泥厂的问题啦，上平溪那边的话就还有医疗废水的问题嘛，也是直接排进。就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小支流啊，最终的还是会排到头前溪来。那去到现场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震惊啊，垃圾这样多到这样满出来。小心，美惠也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来。而且这里啊，是水质水量保护区的划设的范围哦，它竟然有一个垃圾场。虽然说它在之前已经封闭了，可是后来，唉，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真的要从源头哎。对，源头是最重要的。对，因为你不改变的话，我们一直在循环那个恶性的循环。其实垃圾山跟那个宝山水库的位置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这个牌子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那个垃圾山的污水，然后沿着这条沙坑溪流啊流流流，最后也就是直接到了头前溪，变成我们新竹市民饮用水取水口的上游。你看这边的居民，味道了。这边的居民也都是靠这样的溪流来种些菜啊。对，所以我们吃的菜到底怎么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是它的水，真的，它是用什么水灌溉出来的，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哎，来了，请问一下，哪个单位？没有哎，我们就是妈，住新竹的妈妈。他是志工，对呀、啊，我们就想说关心我们喝的水。哦，之前哦，那十几年前那边的水都不行，这整天都很臭，对不对？那你们种菜怎么办？我们种菜，我们从那宝二水库接下来的水，我们从那里有没有？那火车路那个哈、铁轨那边有一个哦，它从有一个隧道吗？它引到之上，它留下来给人家的种，我们接过来，我们弄了100多支管呢，从那上。哦，你们自己接？自己接的，不敢用这里的。当然不敢啦、这个数值就是导电度，对，那它有一个标准啊，排放水有一个标准，这个导电度要小于灌溉水的标准，导电度要小于750。好，这是上一次我们也有测过路遥坑溪一天上中下游的测值，这个金源封装厂就是这个位置。今天10月20号嘛，中午的时间刚刚好他们在排放。然后马上捞上来的水测出来是142多，光是用灌溉水的标准都已经超标，更不要讲饮用水。那我们现在来测它的酸碱度，哎，这跳哎，7.82，大概。你看这样子验出来符合饮用水的标准，可是你看这个水的状况，你敢喝吗？敢啊，怎么会敢呢？对呀、所以这个检测是安全可行的吗？可事实上我们要透过就是水质检测来确保我们用水是不是安全，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第一个就是你在取样的时间点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够碰到，像我们今天是很幸运，刚好它排放水，然后我们又可以取到它那个排放出来的那个水样。对，像另外两个点的话就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它会有一些水浚到的水，然后甚至包括上游的一些溪流的水，或者是说山泉水什么汇流，都会影响到这个。所以，我们一直对于就是政府部门说啊，我们的检验都合格啊，然后都是一定是符合那个饮用水的标准啊，或者是放流水的标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存疑啊。该跳，黑吗？黑吗？感觉像是很脏哎、
说我们到柯子湖溪的时候，就发现那条溪就是有非常多的死鱼啊。对，那就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一个溪流是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去非常的多次，也都好像也都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那我问了那个看守水门的那个先生，他是说有可能，也许有可能就是上游有施工，那造成那个含氧量比较低。对，我也会想到说这个下游这个流到下游变成我们饮用水，实在是我们也会觉得就是说很担心嘛。对，后来会走到公投啊，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县市政府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们的县市首长没有任何的作为，我们的环保局长、县市环保局长没有任何的作为，逼得我们不得不，好吧，那我们就想要发动一次就是地区性的公投，对，让这个民意的声音真正能够出来。我们通常假日的话都会在十八尖山嘛，因为它是一个联署那个回馈最好的一个点。去十八尖山，他们是去运动的，是跟健康有关的，所以相对他们对于这种健康的议题，他们会比较愿意关注。嗨，早，我们是住新竹的几个妈妈，关心新竹喝的水，我们在募集联署书，希望政府来帮我们改善我们饮用水的问题，欢迎加入我们的联署行动，谢谢。我们希望你能够帮我们联署，然后请政府帮我们改善这个问题。你觉得有用吗？我们不能，政府根本就是不能，就是这样子，我们才要靠我们的力量。我们谢谢，感谢，这边有位置，对，请坐，好不好？好，来，不要，来，您的出生年月日，很老了，四七年，喝的水，我是水库的水，7125。我们在关心新竹喝的水，他说我们新竹喝的水很干净。没有，就写你的基本的资料，可以吗？还有签名，不要不要写，不要写。好，我给你倒下签名就好。你念，我给你写，你签名就好，你跟他签真，好不好？好吧，来，拜托，谢谢。新竹喝的水，请问你愿意帮我们联署吗？我们在关心新竹喝的水，我们在募集联署书，请问你愿意帮我们联署吗？早。这个政府主政见的情况之下，你这个捐也没用，是这样。不，至少我们努力，不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是为了谁，每一个人都要喝这个水，不管你是什么党什么党什么党，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喝这个脏水。为什么？这个很难啊，这个很难，至少我们有努力啊。对，没错，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自己跑到那个，对，他们要买呀，他丢丢丢丢丢丢啊，就是这样，他们都没有行动啊。现在五个妈妈愿意行动，一人在这什么不要干单了。就是一再被拒绝，那有各种理由啊，什么各自啊，什么哦各自啊，这个我不填，然后要么就是就是公投没用啦，这样子。那站在街头本来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联署的进度目前已经募集到4500份，还差500份，还差500位新竹市民加入我们联署行动，欢迎停下脚步，今天就来加入我们的联署行动。很多市民朋友并不知道我们喝的水是来自于头前溪，可是真的很抱歉，事实上这些污水污废水呢全部
都直接排入头前溪，变成我们新竹县市大新竹地区75万市民的饮用水水源。对啊，我可能要帮忙。没，没有。如果说你们联署的人里面，41、42、43、44，耶！联署行动已经告一个段落嘛？那整理完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在10月29号召开一个记者会。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记者会，就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公部门，然后我们的市政府，就说来跟他们表达我们市民就迫切、急切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市政府能够尽快来帮我们解决我们饮用水受到污染的问题。当我们募集到足够的份数以后，我们就停止了我们的联署。所以你乍看之下会觉得我们缴交的份数只有5764份，感觉很少。其实它是所有的新竹市市民大家共同对于捍卫我们的环境、捍卫我们的饮用水、捍卫我们灌溉水最沉重的呼吁，以及我们请求立法的权益的声音。好，那在这边之前，我先邀请我们这个联盟的这个共同召集人陈翠琴小姐，好，来先就这个公民投票法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后续的行动稍微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以及报告。那我在这里想要再次呼吁哈，就是林智堅市长，你是签了这一份公投的，你是支持这一个公投的，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新竹市政府或新竹县政府，他们努力的事情是在说服民众说工业废水可以喝，没有问题。这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不要再告诉民众说喝工业废水没有关系，喝工业废水有关系，而且民众不想要喝。拜托，恳请，然后也要求我们的新竹市政府要明确的回应，不可以糊弄我们的市民。好，我们再来喊一下口号：落实饮排分离，落实饮排分离，不要糊弄，不要糊弄，贯彻到底，贯彻到底。记者会开完啊，就是我们五个妈妈就非常就是开心的，就是赶快把资料要送到新闻会去。就是我们到学委会的时候啊，出了一点点的状况，对，就是因为一字之差这样，所以当天并没有顺利的，对。然后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也特别是桂枝，因为他承担了这个整个联署的一个行动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对，他承担这么大压力，然后他知道的时候，我看他就是非常焦虑，然后就哭了，我非常的心疼，对啊，我是很舍不得。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好吧，如果真的万一真的啊，我们啊因为这一点差错，然后因为这一点失误，然后需要再重新再走一次，那再让我上街头，我也愿意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五个人都必须要承担这件事情。当天没有送成功，那有发现就是在公文有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后来我们就立刻就是联络了承办，对，就想就是再次来协调跟说明，就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很顺利，
对，隔了两三天吧，然后我们就是修订的公文再次送到以后，我们就马上翠琴啊、桂枝啊，还有那个锦麟，他们三个就是再一次把那个联署书送到那个选委会去，他们现场就是直接清点，确认那个数量是符合的，然后就送件。照公投法的话，大概一个月之内，我们就可以知道，对这个公投案是不是可以正式的成案。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妈妈，在加入联盟之前呢，我其实有犹豫，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很亮丽的工作啊，然后漂亮的学历啊，或者有什么专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因为这样的想法限制我自己。一个转念就让我觉得说，好，我就是试试看，跟着他们一起努力。对，那其实加入联盟之后，这两年多来也是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可是当你发现，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其实你身边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愿意跟你一起，朝这个目标一起努力。对，那我也希望说，因为我加入了这个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不要被自己设下的框架限制住。对，当你愿意就是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可以为你的家乡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让这个你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本片由曹昭仁、李玉玲共同制作，指导老师资伟琪、李成忠，最佳女主角刘妮云，特别鸣谢我们要喝干净水联盟陈翠琴、彭桂芝、郑于玉、陈景玲、南光远、吴美红、戴维俊、王俊秀、周怡欣及帮助本片拍摄的所有参与者们，我们爱你们。